第29题，从水里看天上的飞鸟，光线路径何者正确？我们是看到了天上的飞鸟，所以光是由飞鸟发射进入水中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会是 B 或者是 C 是对的。那么同时呢，空气的光速比较快，水的光速比较慢，所以从空气射到水中，根据折射定律，折射角要变小，也就是偏向法线，所以呢，我们的 B 是正确的。因此第29题问我们说，光线路径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